跟我手大哈。哎，他这个你看料十足啊。嗯，人好话不多，爱说爱喝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啊，我给大伙分享个卷圈。卷圈有嘛特点？这家卷圈，你从门口路过100回，你也不知道他们家是一家卖卷圈的，知道吗？是一家酱制品店，而且不排队。听说他们家卷圈相当正宗啊，咱去尝一尝，好不好吃啊？走。哎，姐姐，哎，有卷圈吗？有、啊，那个辣的，辣的有吗？辣的有，现炸。哦，现炸这个不辣的哈。哎，几个？共来饼加卷圈加鸡蛋一套，然后再来一个加卷圈的。哎，行。你加俩辣卷圈，你瞅我。好牛。我以为你，你妈呀！行，好。够大的。嗯，一个要鸡蛋，一个不要鸡蛋。嗯。好，谢谢。两个，嗯，哪个有鸡蛋？那个，这个哈，弟弟那个。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买来了啊，咱找一凉会儿地儿，咱尝尝味道怎么样啊？哟喂，这个头啊！看我这手，嗯，比我手大哈。哎，鸡蛋熏的也是比较入味儿。嗯，它的卷圈就那种不规则的表面。对，我得给大伙儿咬一看。香菜酱豆腐看着挺浆糊的哈。哎，而且它这个表皮特别酥脆，它这个你看料十足啊。嗯，它是豆皮的卷圈，这个在天津已经不多见了。哎，主要是嘛，辉哥，他们家这卷圈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是卖卷圈的。真是，他们家这第一没有人排队，第二根本你看不出来它是一家卷圈店。是，所以说，咱捡个便宜不用排队。哎，我点了一个辣卷圈，辣卷圈4块，它那个不辣的2.5块。哎呦，辉哥吃一嘴啊！这卷圈真好吃，火候也刚刚好，这豆芽一点也不烫。好，慢点儿，还把豆吃。嗯，这好吃。嗯，干净。哎，太好吃了啊！今儿视频就到这儿，再见。